未看先猜，有人在笑。你干嘛？戏。有病。你瞒不过我的，来说吧，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小秘密，跟我说。我一个大男人能有什么小秘密？哎，我刚都看到了，公布叶罗莎第二名的时候，我笑了。那不然我要哭啊！我问你，那如果公布林安第二名的话，你还会这么开心吗？主播有好的发展，我都会很开心啊。任豪，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？你连我都要骗，就太不够意思了。执行长，干嘛那么凶？你为什么欺负副总？我欺负他？我什么时候欺负他？有。嗯。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我哪知道？副总，你不用怕啊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一定要无条件站在你这边的啊！怎么样？看我跟副总感情好，吃醋了吧？请问现在是什么状况？你这杯咖啡喝了吗？啊，还没啊。喝一口，快点。啊。看到了吗？我跟副总的关系好到可以 share 一杯咖啡。哦，我跟他的关系可以睡同一张床。这个我早就知道啦。但是呢，你发现副总有其他的好朋友，你心里应该很不好受吧？你现在可以知道副总的感受了吧？你是刚刚嗑了什么东西吗？还是你得第二名太嗨了？还是你跟坦克一样海鲜中毒？哎，我在跟你说正经的，我没有在跟你公生球。哎，如果呢你不想我跟副总太靠近的话，那你以后也要学习跟人家保持距离。